皇帝、权贵和名流对文房工具的追逐不断升级，工匠的比拼愈演愈烈，持续2000多年的竞技为中国文房拼图留下了无数难解的时代秘符。夜晚的台北在流光溢彩的灯海之中充满了活力。对于爱美的女性，一套精致的化妆品和上妆工具是打造美丽妆容的必备之物。这是台湾家喻户晓的本土化妆刷品牌，它的柜台前总是聚集着众多爱美的女性。台北重庆北路是很多老一辈台北人购买老字号毛笔的首选之地。那个小写40度，有没有？写到底。难以想象，化妆刷和毛笔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商品，却来自于同一个商家——台湾林三益笔庄。它是台湾的百年老店，有着悠久的制笔历史。店内泾渭分明的格局源于一场笔的战争。20世纪初，钢笔传入中国，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人们的书写习惯。在钢笔迅速淘汰毛笔的困境中，百年老店林三益笔庄被迫寻找新的出路。这个架是，这是林三益，你也可以沾这个。这个前途，毛笔的销量其实的确在使用上越来越要往下走的趋势，因为我们做工做到很细的毛笔，被用在所谓的指甲上面。那也因为这概念呢，在进入到各式各样的所谓的现在女性的彩妆刷具，甚至于所谓的这些清洁的刷具，这个在时尚变身中，百年老店林三益找到了新的创作灵感，无意间也拓展了书写的载体。冬天的4点钟，大部分人还在熟睡中。江西文港的笔市已经热闹非凡。文港笔市是中国最大的毛笔材料交易市场。每月逢147的日子，文港笔市开市。制笔商和材料商从4面8方纷至沓来，按照货品的不同档次依次进场交易，井然有序。一切沿袭旧习，约定俗成。这样的传统从唐代至今已有1600年的历史。这里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周虎臣笔庄和邹子光阁的发源地。文港有华夏笔都的美称，制笔业造就了众多技艺娴熟的制笔工匠。朱耀盛出生于制笔世家，同当地很多笔工一样，成年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家族毛笔手艺的继承者。
用先辈传下来的手艺做好传统毛笔，是朱耀盛最初朴素的想法。从我们父辈祖父祖辈这一块，就是出门一担笔，回家一担皮毛，就是自己用扁担挑了一担笔出去去卖，笔卖完了我收下黄鼠狼皮啊，山兔皮啊，收些羊毛进来，自己的在家里家庭作坊做。但是如今他却默默地对传统发起了挑战。上个世纪90年代，粗放型畜牧业迅速集约化，畜牧的品种也因为经济价值的选择突然发生了颠覆性改变。特别是用于制笔的羊毛逐年锐减，制笔材料青黄不接。就在这时，一种新型制笔原材料来到了文岗，解决了制笔业的燃眉之急。这就是利用特殊工艺制造的尼龙毛。辗转香港，绕行内地，千里迢迢将尼龙毛带进文港的，正是台湾制笔老店林三义。我们来往客户主体是江西文港，我们就跟他配合，把尼龙毛的想法、技术还有样本给他试。2015年，文港毛笔产量7亿支，占全国75%的市场份额。制笔从业规模有13000多人。尼龙毛的出现，不仅拯救了这里的制笔业，更降低了制笔成本，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制笔业的生态。2013年春季，教育部决定将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要求学生分年龄、分阶段修习硬笔和毛笔书法。敏锐的朱耀盛在同行大张旗鼓地进入这个庞大市场时，他却看到了更远的地方。跟这个比的很接近，但是在这个成本方面哈，成本核算方面呢，这支笔的更适合中小学生这样的。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那个学生在不同的那个年级年龄段都能够找到适合他们用的一款笔，使他产生一种对书法的这个一个兴趣爱好，把这个学生用笔能够做出他一个行业标准。为此，他不停地奔走在各个学校之间，将尼龙毛与动物毛的新配笔试制笔一次次地带给孩子们试用。在他看来，为学生制笔首先要考虑的是这种特殊商品的责任。粗细差不多，因为平时写惯的那个硬笔嘛，那个硬笔它都是硬邦邦的，朱耀盛将使用尼龙毛的心得反馈给生产商，合作的厂家也乐意为他改变生产工艺，一起研制适合学生用的尼龙毛笔。朱耀盛的前瞻眼光契合了时代需求，也给文港笔的发展路径带来意想不到的转折。但是朱耀盛和文港的笔工们不敢懈怠，
因为笔业的发展从未停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毛笔，千变万化的书写手法和字体，孕育和造就了中国笔墨艺术的迥异时风。这是坐落在繁华的上海永嘉路上的一间别致的书房。书房内展示着各大博物院的传世名画。乔阳是这家书房的主人，他是收藏界出了名的玩家，同时也是珍品复制的名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和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合作，运用刻罗版技术复制那些罕见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这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为了保留原件的艺术特性，从而达到复制作品的质量，乔阳对复制画的纸张有着严苛的要求。我们的作品呢，一共有300多件，600多幅，那么有绢本的，有纸本的，纸本当中呢，又有这个麻纸啊、棉纸啊、竹纸啊，那么我们都是根据不同的这个纸张的这个特性，来做一些这个专项的开发。有魏碑的气息在这里边。他认为，只有做到艺术特性和纸质的统一，才能称得上是一幅完美的复制作品。线条很漂亮。这是乔阳收藏的得意之作。这个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他的这个写的这个千字文前后一贯，笔法非常的畅达，很写的痛快淋漓。草书千字文写于公元1122年，作者宋徽宗赵佶当时40岁，正是书风成熟的年龄。这时的赵佶笔势奔放，恣意倜傥。除了折服于行云流水的书法艺术之外，乔阳更着迷于作品的用纸。真迹写于12米长的描金云龙底纹白麻纸上，描金图案为宫中画师用尖毫画笔蘸金粉描绘而成，每组由4条龙和24层云纹组成，繁文缛节，纹丝不乱。数百年来，草书千字文一直是草书爱好者临摹的范本。宋徽宗选择了最合适他的书风的纸，大概心情状态在写这件作品的时候也很好，心手双畅，就是这个利用的工具材料和媒介和自己的情感情绪高度合一了。纸张是书写的重要材料，只有工具、材料和艺术表达浑然一体，才可成就绝世之作。像宋徽宗一样，历史上一些爱好书画的帝王，同时也是纸的研制者和鉴赏家。南唐后主李煜因对歙州生产的纸情有独钟，令内臣全盘承誉监造铸运，为皇家所专有，并将承心堂专门辟为收藏纸张的场所。
对于制成的每一批纸，他都亲自试写，反复琢磨，以求改进。在宋徽宗之后，乾隆同样对纸张一往情深。他在祖父康熙皇帝建于北京的宫廷纸厂的基础上，加大了生产规模，下令向全国各地征调造纸工匠，充实宫廷纸厂，还要求地方进贡的纸张以按官纸规格制造。这一时期仿制了大量的古代名纸。王室权贵的推波助澜促进了材料制造的日益精进，关注工具和材料的改良成为中国书画人孜孜以求的习惯爱好。上海博物馆建馆以来首次以砚为主题的展览正在展出，96件馆藏精品按照不同主题分为四大部分，涵盖了中国砚发生和发展的全部历程。华慈祥此次特展的策展人，研究了大半辈子的砚台，其中最让他津津乐道的便是久负盛名的成泥砚。各种各样的样式都有，那么大有小，都很自然。所谓的成泥砚，就是把那个泥土仔细淘取，然后再经过成绿，然后把这个成绿的泥来做成这个砚，就是它比一般的陶砚这个泥的加工更加的仔细，所以称之为成泥砚。成泥砚，四大名砚中唯一的非石制砚，唐代时被奉为重砚之首。黄河，中国北部大河，因为孕育中华文明，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万里黄河九曲入海，由于河流中段流经黄土高原地区，因此奔腾的河水中夹带了大量的泥沙，而这些沉积的泥沙正是这座成泥砚不可多得的原材料。山西省新绛县，古称绛州，五彩纷呈的民俗工艺塑造了这个小城生动而变化的轮廓与风貌。铿锵有力的绛州大鼓地动山摇，声闻百里，锻造了黄河流域浑厚粗犷的气质。比绛州大鼓更早名动天下的是这里的汾河泥。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穿城而过，汾河两岸沉积了大量淤泥。蔺永茂、蔺涛父子整整20年都在研究这里的黄泥。这就是固染了的，但是这泥还行。一直渴望发掘唐代古法制砚秘诀的蔺氏父子，
多年前双双辞去工作，回乡专职研制成泥砚。但是成千上万吨级的沉积泥沙中，却很难找到合格的制砚成泥。这个电视就是你的电视。我们这个，靖州成泥砚呢，这个用的这个泥呢，就是在这个汾河的古河冲悬崖边上踩的泥，就中间这20公分这一槽，剩下的就都不行了。在古河床中取回宝贵的古泥，初选后的泥土需要半年时间澄清过滤，接下来还必须堆放在温度和湿度严格控制的库房里，第二次陈化。揉捻工作同样费时费力，至少需要600次，这是蔺涛为揉泥制定的最低标准。你看这个泥吧，要用什么的泥才能用呢？就像现在这个揉得特别均匀，而且呢没有气泡啊，这而且这个泥呢这才能用啊。工房内精雕细刻的砚坯赏心悦目，但是只有蔺涛父子知道，这些堪称艺术品的砚坯大多命运堪忧。成泥砚窑烧的温度需要控制在陶器和瓷器被烧的温度之间，在长达一个星期的烧制过程中，期间充满了变数。这个窑炉烧制是成泥砚里面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有时候不管你雕的再好，刻的再好，装到窑里面以后呢，这个能烧成烧不成，这都听天由命了。这个你看，是烧的后面有点变形了，但是这个颜色花纹，你看这个漂亮。我们的这个烧制的这个成品率呢，基本上就是30%左右。窑变令大部分砚坯毁于一旦，变成毫无价值的瓦块，但与此同时也会点石成金，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这是老天对制砚师的回报和奖赏，也是后者的心血结晶。每个时代的砚台都具有不同时代的特色和风尚。早期的砚大概是从汉代开始出现，以实用为主，所以它这个器型比较简单。发展到六朝，以陶瓷为主，变成一种是下面带足的。隋唐的时候，它还发展出一种所谓的鸡形砚。两宋时期就演变成所谓的抽手砚。到了明清以后，发展到实用与艺术欣赏兼有的这么一个过程。流连于砚台特展展厅，捕捉每方砚台的文化气息，想象他们所处时代的模样。由砚台组建的历史拼图，构筑了中国文人社会不断善变的文化图景。倪建明是一位版画家，他钟爱创作大型版画，也精于微型藏书票的制作。无论创作大件还是小件作品，他选用的纸张都独一无二。而且我在做的那个毛二版水印这个版画，它对纸的要求特别高。做好一张纸能够使墨分五色，所以前前后后20年做7次纸，一直用到现在。纸可以说是我作品的一个生命了，如果没有一张好纸，可能我这个探索就会停止。
承继300年前明清徽派版画技法，倪建明用拱花手法在纸上制造出这些奇异的浮雕效果。材料与技法的互动，由此创造的惊喜，让倪建明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又一个突发奇想，让他的脑海中不断萌生出新的创意。江南水乡西塘是倪建明的故乡。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这里的风景也是他版画创作的主要题材。他计划为故乡创作一组系列版画。这是一个以回望为主题的系列版画，同时也是向过去甚至是向古代致敬的一次尝试。他一边在西塘写生，一边做着准备。一年中最湿润的季节终于到来了，惊现桃花潭风清气朗。倪建明认为，在这样的季节，这种阳光和气温下捞出的苔藓才是制作纸张的上品。倪建明要为创作故乡的作品准备一种特殊的纸张，苔藓纸。苔藓纸是近代越人发明的，用水苔或者海藻为添加原料制作的特种纸，后来成为皇室专用的贡品。我必须这张纸又有它的韧性，又有它的硬软度。哦，软度。老人精心清洗的苔藓加入到纸浆中，泛着青绿色的涟漪，让他感到这些淡淡的绿意就是故乡西塘的色调。回故乡好几次，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点，在我的影响里还是保留着我小时候对水乡的那种记忆。去选择苔藓纸的话，特别是在水印的那个过程里边，你会看到那个淡淡的绿，可能会加深我对故乡小河的那种印象。隐约可见的新绿是倪建明童年的颜色，也是他魂牵梦绕的乡愁。沿着缕缕青丝，这位身在异乡的老画家开始了他回溯往昔、靠近故乡的寻根之旅。经社古道是一条千年古官道，始建于隋朝，直到明代，
这里依然是连接古徽州府和安庆府的重要官道。自五月份的古道被重重新绿包裹着，充沛的雨水带走寒冬最后一丝寒意。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张立春希望通过一种动物回到过去。这么难找哎，今天不一定能抓住嘞。今天这个可能是天气不好啊，天气不好它也不出来。一般的它。张立春认为，这个时节他要寻找的目标应该已经苏醒。丘陵地区的乌梢蛇有相当高的药用价值，张立春需要新鲜的乌梢蛇胆。取胆之后，他马不停蹄地下山，在最短的时间内分离蛇胆胆汁，他要用蛇胆制墨。张立春拥有一间特别的墨厂，位于京德县城的这座工厂规模并不算大，却拥有国药准字号。它生产的产品是八宝五胆药墨。这个八宝就是麝香、牛黄、珍珠、冰片等。五胆呢，主要就是牛胆、青鱼胆，还有我们今天补的这个乌十二蛇的蛇胆等等。将中药加入油烟墨，并不是张立春的发明。古代文献记载，药墨在南唐时就广泛用于临床治疗，主要就是像脘血、皮炎，像便血。还有这个无名中毒，等等。运用纳米技术恢复古墨药，是张立春多年的梦想。八宝五胆药墨和其他药物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介质是油烟墨。力度还可以。十六墨差不多。复兴剂辅料，我们用的是传统的桐油烟，它是这个纳米级的，那比定粉要细了很多，相当于人体毛细血管的千分之一，所以它可以携带药物到达病灶。将药墨推向医用高峰的是徽墨四大家之一的吴开文墨业。张立春所在的药墨厂前身正是胡开文墨业。作为徽墨的传承人，张立春私下里一直想做当代的胡天柱。胡天柱，胡开文墨业创始人，少年从业于休宁城，后来承继汪启茂墨店，打出胡开文墨庄的店号，一举成名。作为制墨奇才，他将徽墨从崎岖的山路一直送到京城皇宫，
成为长达百年的王室贡品。经过胡天柱及其子孙后辈的刻苦经营，至20世纪30年代，吴开文墨庄几乎遍布大江南北。吴开文一枝独秀，成为徽州制墨业的龙头。在安徽屯溪的徽州文化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块风绝明的定制墨，这是胡开文为李鸿章夺身定制的高端墨。1864年，太平天国被平定后，李鸿章被封为一等粟义伯，他请胡开文墨店为他定制若干纪念墨。历时10年，此墨制成，这就是风绝明墨的由来。定制墨是胡开文墨业主推的高端墨品。纪念中俄边界的铜铸墨，为清末金石学家端方仿制的秦泉墨，至今都是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珍品。上庄，吴天柱的故乡，徽墨的发祥地之一。80岁的胡老是居住在上庄的老胡开文制墨师，是张礼春心目中永远的师傅。张礼春经常送药墨请他检验，但是屁股上抹的，在他的眼里，胡老的检验精确而有温度。这个釉料充足，这个墨的很细腻，细啊，就是比那个米粉啊，还要细，是的，到了沉的这个泥，这个底下也没有，就说明这个质量，质量好，过关，过关，得把各项指标都要达标了才能出厂。吴开文的前辈们不敢想象，今天的科学制墨竟然如此标准化。传统的配方在现代工艺的加工下激发出新的生命力。从出土被认定为最早的墨丸，到后来的墨锭，中国墨一直以固体墨为主。清代同治年间，书生谢松岱选用油烟加辅料，制成了容易保存、不易变质的墨汁。从谢松岱在北京开厂规模化生产伊德格墨汁开始，墨锭逐渐被替代。而今天，在中国化工大学的实验室里，一种采用了泡腾崩裂技术的墨片正在实验当中。它是通过呢，我们这个在保持传统的墨汁和墨块的这种特性的这个同时呢，我们对它的主方进行新的设计，使它实现速溶，然后可以定量。中国墨在形态上的变迁，是科技水平在墨品工艺上的投射，而墨锭的艺术化呈现，则反映了变幻莫测的时代情趣。墨是材料，是文化，
是中国书画家描写世界的颜色，浓淡之间，它还是哲学和情感的深邃表达。古铜都铜陵这座以金属命名的工业城市，是个阳刚的世界。程远经营着铜陵最早的铜艺厂，城区多座巨型铜雕塑都出自他之手。一直在做大件雕塑的他，很长时间以来就渴望在坚硬的美学之外找到一个柔软的出口，释放他作为女性雕塑家至今没能完美展示的情怀。倾听内心的声音，程远选择了更加风雅的文房清供。清供的东西啊，它可以流传下来，也可以作为把玩件，跟自己的体温吧这一块相结合以后呢，它就会让你来爱不释手。我也想从我的手上给它传承。文房清供泛称所有文房四宝的辅助用具，因为可供把玩，也叫做文房清玩，是文人书房里特殊的玩具。文房清供的半私密性，更能透露主人的文人气息和个人趣味。这是一幅名为《银梅图轴》的画作。以高适坐在石案前，双手合十交叉于胸前，一张空纸铺于面前的石案上，泛着铜锈的镇纸压于其上，山形笔架置于案前，高适正待银梅作诗。画这幅画的是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陈洪寿。以清供入画，在文人画中并不少见。这些画作里出现的不同清供组合，造就了风格鲜明的书房风格，也彰显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息。浙江龙泉因为龙泉窑青瓷，从近代到清代享誉盛名已经1600年。宋代六大窑系之一，龙泉窑的极品代表宋瓷的最高声望。龙泉是程远访道拜师之旅的第一站，他是龙泉青瓷典型的爱好者，但此行他更关注文房清供的瓷器表达。以刀代笔，熟稔的技艺令他暗自敬仰。不单是文房用品，哪怕他的一些日常用品啊，它都是线条非常简洁，开阔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就是它你那个线条你稍微动一点，它整个气就没了。学习之旅告一段落，新的生命正在加速孕育。浇筑如火如荼，铜水在模具里完成最后的塑形，如同生命的诞生。冷却的时间漫长难挨，程远等不及铜剑冷却，
他谨慎地敲开模具。这是他作品家族的新成员，是他从业20年的新宠儿。清代是文房用具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文玩的流行和繁荣得益于康雍乾三朝皇帝的倾力推动。如今很多博物馆的清供藏品大多出自清代帝王的书房。这是一对清嘉庆御题诗文的水鱼。那么这对水鱼既有皇帝的御题诗，又配有这个如意那个纹，还有金彩，而且胎还特别薄，还配上比较精致巧妙的那个木雕器作。这也是皇家御用的一种文房用具吧。这些活灵活现的精灵之气穿越尘封的时间，依然像今天诉说当时的书房故事。通过文房清供阐释内心，程远终于完成了夙愿。与青铜的互动为他开辟了艺术对话的新语境。在今天，无论以何种方式，也不管通过哪种途径，追逐感受古代文房的时风，都是一种穿越历史文化长廊的迷人体验，一次被时代幽光映照的奇异漫游。文化在野蛮的厮杀中生生不息，战败的俘虏成为文明的使者。纸的时代启动全球知识共享，对话塑造人类文明，融合缔造新的世界。